大家好啊，又是 A 加 Pro 教室，今天想教大家运用一下步伐。上堂我们已经教了大家怎样出拳了，不如我们试一下做一下先。好，双手举起，保护自己块面，做好基本动作。好啊，我们打左右直拳，好，预备，左直拳，保护自己块面，右直拳，保护自己块面。好了，我们试一下，快点，预备去，左右。好，我们一口气打四拳，预备，一二三四，保护自己块面。好，现在先运用拳啦，但是呢只脚呢很重要的，我们现在试一下看看个步伐怎样运用。好，请放下只脚好不好？好，想向前的时候，我们将前脚向前踏一步，跟着后面只脚跟翻上去。好了，做完之后呢，两只脚不要黐埋一起。好，两只脚呢要同步流动宽。好，向翻后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试一下后脚向后先，跟着前脚拉翻你后面。好了，我们试一下现在运用埋步伐，你一起出拳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一起跳前出拳啊！我们一起打四锤，预备挑前开，预备一二三四，好，向翻头，我们做多次，预备挑前一二三四，好啦，跟住我们请两位同学嚟帮我哋手做下示范，好，一阵间做嘅时候咧，我哋先请高贵同学咧向前面打两拳，好啦，当你嘅对手想打你嘅时候咧，你只要褪后，咁你就可以避开咗对方嘅攻击啦。如果你做得好，可以做埋一个反击嘅动作，俾我，我先跳翻前。OK， 咁就可以做埋一个反击嘅动作啦。多谢晒咁多位，得闲嚟我哋 A 加铺玩，同埋去我哋嘅 fanpage like 我哋啦。多谢晒。